一直吞。他待会还会一手抓住，像抓成一个手卷一样。你看，他会用手抓住吃。对啊，他会像吃手卷一样吃。吃手卷吃。咪人扮嘅嚟嘅。可能人，可能人嚟嘅。佢一日，佢哋一日都食幾多嘢啊？你話？见到又辣，其实呢很多年前他们吃肉的，我们在做什么顾客的类型，怎么又不吃，那咸太少了。哎呦，吃一百多，这还有都被他吃完，我感觉还很多叶子啊。感觉反正老娘有钱，老娘是供者啊，闻一闻，对，不要，要，对，给老娘吃这么烂的食物，把你丢过来给豆豆，那些应该都是，他真的很瘦一瘦，哎呦我操，垃圾，好大哦，好暖和的感觉，太咸了，跳来跳去跳不出好的。这个大，猛呀猛！看熊猫，走，咱们这天下来。可以望一日。嗯。来，睇下系唔系嘅。要把咬断，超厉害！要把咬断。来来来，看我这个牙齿，我要把它看清楚啊。很好玩，我想说一个在旁边，他一直都把叶子往那一边放，对，是不是左撇子？他有的时候不用手行，他直接用了，他有的时候直接用嘴那样啃一把，他是一把先弄好，然后再抓，然后开始用手，他展多一点。啊，先拿着，卷，他在卷，你看到，他要先卷两下，你看到，把它就弄集中了，再一口一口吃的。所以这个才一次一个，看到我们看。